来看天气资讯，今天早上太阳露脸，不过气象局表示全台仍然受到锋面的影响，天气不太稳定，气象局也发布了大雨特报。根据资料，目前台湾东半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海面对流发展旺盛，并且持续移进台东、花莲、恒春半岛、高雄和台南地区。花莲、台东局部地区已经有较大的雨势，请注意瞬间大雨、雷击、强阵风以及溪水暴涨。